我们用两个苹果来学习英语中的九大词性。名词，一个事物的名称，苹果就是一个名称。形容词，用来修饰名词，什么样的苹果？红红的苹果，甜甜的苹果，红红的就是一个形容词。动词，表示一个动作，我在吃苹果，吃就是一个动词。副词，用来修饰动词，我怎么样的吃苹果？慢慢的吃苹果，慢慢的，它就是一个副词。数词代表数量，一、二，我有两个苹果，二就是一个数词。连词表示连接，大苹果和小苹果，和就是一个连词。代词用来代替名词，它是一个苹果，这个它就是一个代词。介词表方位，苹果在哪？在我手上。那在什么上面？这个就是介词。冠词有三个 ，a、n、the， 这个是冠词。不定冠词 a 和 n， 定冠词 the。 你学会了吗？收藏起来，慢慢学习吧。